忏悔第三啊，今日道成同业大众，经言在凡谓之父，在圣谓之解。父即三业所起之恶，解即三业无碍之善。一切圣人安心是在神智方便无量法门，明了众生善恶之业。能以一身作无量身，能以一行种种变现，能出一劫以为一日，能延一日以为一劫。欲停寿命则永不灭，欲现无常则是涅槃。神通智慧出没自在，非行实性坐卧虚空，离水如地不见险难，毕竟空寂以为虚子。通达万法，空有具名，成就辩才智慧无碍。如是等法，不从恶业众生，不从贪嗔嫉妒众生，不从愚痴邪见众生，不从懒惰懈怠众生，不从骄慢自养众生，唯从谨慎不作众恶，勤行善业众生。何处见人修诸善业，随从佛语而有贫穷者，有丑陋者，有聋残百疾不自在者，有贫贱而为人凌蔑者，欺凌轻蔑啊，有所言说不为人信用者，何处见过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今以身证，以我的身体来做保证。若有一人随从佛语修诸功德，不为自身而得恶报者，宁与我身入阿鼻地狱，受种种苦。使此等人得恶报者，无有是处。佛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做啊？这个很重要。今日道场统一大众。若欲舍凡入圣者，当依佛语儒教修行，莫舍小苦生懒惰心，意志努力忏悔灭罪。经言：罪从因缘生，亦从因缘灭。即未免于凡类畜相多迷，自非知以忏悔无由处理。相与今日起勇猛心发忏悔意，忏悔之力不可思议。何以知然？阿舍世王有大逆罪，惭愧悔责，众苦亲受。又此忏法令诸行人得安稳乐。若能治国，努力批陈，自道其赏。就是求哀忏悔了啊，就是五体投地了。忏悔皈依啊，毕竟为其责，而不感通诸佛谓之有也。啊，就是说我们只要至诚之心啊，不可能不感通啊。恶业果报影响无差啊，应当不惧苦道忏悔，各个自心。等于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作如是说，邀请诸佛同加哀悯，愿救我苦厄，大悲服一切，普放净光明，灭除痴暗明，念我及一切方因地狱苦，必来自我所，是令得安乐。我今其所礼。闻名救厄者，吾今共皈依世间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不坏佛，南无宝光佛，南无龙真王佛，南无精进君佛。南无精进喜佛，南无宝火佛，南无宝月光佛，
南无现无余佛，南无宝月佛，南无无垢佛，南无离垢佛，南无狮子翻菩萨，南无狮子坐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自在菩萨。最后一段好像讲到了，当于佛语入教修行。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讲两句啊，就是跟着师父学呢，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啊，不要东看西看啊。一个人呢，不能上两个学校啊。哎，不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德的书不好啊。以前呢，师父看到有一个弟子啊，在看一本书。那是一本，可能是解释佛经吧，那本书呢讲的都是佛语，都是大德解释的啊，内容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不认识那本书的作者，也不知道他的传承，也不是他的弟子啊，就是拿来看啊，那师傅就建议他说，你既然拜了师傅，你是师傅的弟子了，你好好听师傅讲法。是吧？先看师傅的书，对你来说呢，肯定是相应的啊。但是对那个法师的弟子来说呢，啊，就是那个法师他也有很多弟子的，那些弟子呢，看他们师傅的书呢，他们可能就相应了啊。如果那些他们那些法师的弟子呢，看师傅的书啊，那他们可能就看不明白，他们就不相应啊。因为什么？他们的信心没升起来，他也不知道师傅是谁，是吧？也没见过师傅，也不知道师傅的传承，也不是师傅的弟子。他们看师傅的书就肯定不怎么相应啊，甚至还会升起一些不好的念头来啊，或者是理解的不透彻。所以说，没有信心是很难相应的啊。不是说书不好啊，也不是说讲的法不对。这个书啊，都是一样的好啊。那么你自己学呢，就容易出偏了啊，或者对别的法师的法语理解上会有偏颇。佛说的法都没问题啊，我们理解上会产生问题啊。如果没有有传承的师傅去给你讲解，你肯定理解上就偏了。像我们上师的书啊，元音上师的书。还有这个王相禄这个祖师公的书，如果你们不认识这个书，你们也没有拜见过，是吧？你们拿一本书来就自己读。但我们这个，特别是王相禄这个祖师公的书啊，成就都是很高书啊很深他们都是大成就者了那写的东西肯定是很透彻，但是我们理解上呢就会有偏颇。因为你没有次第你也没有传承，你得不到传承的加持。虽然是佛语、法语，但是呢，我们呢就会理解上不到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讲的哪一段因为佛说法都是应机说法的嘛，那他不是对你讲的那段法那你听了你就以为自己好像可以这么修。就完全对不上号了，就。所以说呢，修行呢一定要有上师，要有传承。其他的大德法师们讲的法都是非常好，一样的好。他们的弟子可能理解上觉得，很好，很相应。但是我们呢，就是你们要想快速的提升呢，你们不是想快一点吗？快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教奉行。我们的祖师公的书，你们也千万不要自己看不要着急看，看了肯定会影响你的修行，你们的根基不到特别是你看王相禄祖师公的书啊，里面讲的都是怎么样的开悟以后啊，怎么弘法利生呢，都讲的都是很高的啊。那很多人就看了以后，也觉得自己好像都懂了，好像也能够
修其实呢，那都是在停止在闻思那个角度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更不可能证。有的师傅呢，就是不要那么多的书啊，你们跟着师傅学，你看你不需要很多的书。其实哪怕世间的学问也是这样的啊，有老师的时候呢，你以老师的窍诀为准，是吧？课本呢，厚厚的一本，是吧？如果有那个老师给你点指点指点，那个关键的地方点一点，你就通了啊。整本书啊，窍诀也就那么一点点。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要想节省时间，那当然是窍诀了当然也不能够离开佛经了离经易智即是魔说了。又复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唯愿必定来。明我三毒苦，师令得安乐，即大涅槃，以大悲水洗除秽垢，令至菩提，毕竟清净六道四生，有此罪责，同得清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相与自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相与就是大家一块儿某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名所缚，爱食所缠，嗔恚所缚，堕在鱼网，经历三界，被摄六道。沉沦苦海不能自拔，不思往夜过去因缘，或自破净命，破他净命，自破梵行，破他梵行，自破境界，破他境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惭愧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求哀悔过。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身口意行十恶业，身杀、盗淫、口妄言绮语、两舌恶骂、意贪嗔痴，自行十恶，教他行十恶，赞叹十恶法，赞叹行十恶法者。如是一念之间起四十种恶，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其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依于六根行于六识，其与六尘，眼着色，耳闻声，鼻着香，舌着味。身着细华，意着法尘，其种种业乃至开八万四千尘牢门，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于身口意行不平等，但知有我身，不知有他身；但知有我苦，不知有他苦；但知我求安乐，不知他亦求安乐；但知我求解脱，不知他亦求解脱；但知有我家，有我眷属，不知他亦有家，亦有眷属；但知自身一痒一痛，不可一忍。处踏他身，唯恐枯度不生。处踏呢，就是鞭挞的意思啊。但自自畏现身小苦，而不自畏起诸恶业，舍身应堕地狱。
现前的小苦啊，啊就很害怕啊，不知畏惧啊，起诸恶业，舍身应堕地狱，于地狱中备受重苦，乃至不畏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有种种苦以不平等故，其彼我心生怨亲想，所以怨对便与六道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取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离善之时，敬恶之时，背八正道，行八邪道，非法说法，法说非法，不善说善，善说不善，见骄慢常，张愚痴翻，随无名流，肉身似海，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不善根起四颠倒，造作忤逆，行于十恶，自然三毒，长养八苦，造八寒八热诸地狱苦，造八万四千鸽子地狱苦，造一切畜生因，造一切恶鬼因，造人天生老病死种种苦因，受于六道无量诸苦，难可堪忍，不可闻见，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取除灭。某等重复自成五体投地，求哀悔过，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毒根于三有中立二十五有啊，处处起诸罪恶啊，随逐夜风不自知觉，或藏人持戒修定修慧，修诸功德，修诸神通，如是罪障，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这里有讲到六道轮回哈，我们还是师父这里再讲几句开始啊。虽然我们呢就是相信因果啊，也是相信六道轮回，但是呢佛又说无我，既然无我，那谁在轮回呢啊，没有轮回的主体了，其实呢就是这个业力在起作用，我们这个苦啊，由罪啊生苦，那么这个苦苦呢也是这个业啊，这个业就是罪业了啊，业就是造作的业啊，苦苦也是这个业在起作用，坏苦也是这个业力在起作用啊，这个行苦呢啊就是业力本身的作用了，就像一条河啊，河水东去啊，是这卢师傅不舍昼夜，凡夫呢就是执着是一条河，其实昨天的那条河呢和今天的这条河呢已经不是同一条河了啊，那上一辈子的无蕴身呢跟这一辈子的无蕴身虽然是啊有一个业果相续，但是呢上辈子跟这辈子毕竟呢啊又不能算是同一个人，那凡夫呢执着有我有轮回，但是上辈子呢只是一个业在起作用，没有一个主体，如果有主体的话那就麻烦了啊，那比如某某某某女人上辈子是做老妈的，这辈子呢又做你老婆了啊，下辈子又做女儿了，乱伦了，这是吧，真的有些外道呢对于佛法有诽谤，就觉得这个无法接受，其实呢前辈子跟这辈子的我呢还不是一个我啊，佛法里讲无我，
啊，它只是一个业力的延续，里面没有一个主体，啊，没有主体就是无我，所以不要作我相。啊，就是开头讲的哈，就像一条河啊，我们凡夫就知道那是一条河啊，就同一条河。但是呢，昨天的那条河和今天的那条河还是一条河吗？我们都听说过，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句话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其实呢，并没有一个我跳出三界之外，啊，不在五行中。这个外道的理解的，他不懂了，他就啊，以为有一个我跳出三界之外。啊，其实呢，是通过学习智慧啊，破除这个我执，心达到无我的状态了。那没有无我了吗？那不就不在三界之内了。轮回呢？又不能说这辈子跟前辈子没有关系啊。这是一种业力的延续，是这个行运在造业。这个色运坏灭了呢，换一个色身啊。但行运造的业呢，还会继续的演化，那都不会跑到别的五蕴身上去的啊。每一个五蕴身造的业必须在自身的演化过程中消除，业不会无缘无故自己消灭掉的啊，必须要忏悔。一切众生都是这个业在起作用，业力创造一切。当然了，诸佛菩萨的愿力也在里面，帮助这些执着于我的凡夫啊。所以说佛菩萨的愿力和众生的业力交织在一起啊，要破这个我相呢，要知道前世的无蕴身跟今世的无蕴身啊，不是同一个人，不能算是同一个人啊。不着我相的话，没有我呢，啊，就没有所谓同一个人的说法了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执着啊，前世的我啊，怎么样啊？那个前世的我，今世的我呢，没有一个我啊。这是业力的在演化啊。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有弟子问过哈，师父在别的地方也讲过，有一个问题说啊，个人造业，个人受啊。有人说这个祖先造了不好的业啊，子孙要受啊。中国的这个传统上有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是不对。你自己造了业，子孙当然了，他是会受到影响的哈。啊，因为你没有共业，但是你自己造的业呢，也不会跑到子孙上身上去的，而是各受各的报，自作自受。但是因为有共业的缘故呢，就是你们都受相同的罪啊，暂时各自都造了业，并不是说你造的业跑到，如果你的子孙真的没有这个业，他也不会受报。恶念多的人招来的子孙呢，很可能也是恶人，这样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是绝对的。总的来说是物以类聚啊，有共业，但也有别业。儿孙跟父母还是有差别，就像我们在座的啊，我们有共业，我们在一起修行，以后呢，我们可能还会转世，互为父母、儿女、兄弟姐妹、道友啊。因为我们有共业啊，也可以说有共愿啊，共同的愿力啊，当然里面也有共业啊，并且到时候呢，我们会共成佛道，肯定是这样的啊。缘越深，就越容易聚在一起啊。当然，谁都愿意跟这种有菩提愿的人在一起啊，结上善缘，那就得度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缘呢，也越聚越大啊，越聚越深，成为一个大的菩提大愿啊。这个菩提大愿也是大家共同来完成的。好，我们接着念啊：某等从父至诚，五体投地，又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贪嗔心
够其六识，随逐六尘，其众多罪，或于众生边起，或于非众生边起，或于无漏人起，或于无漏法起。如是贪嗔，收取罪恶，今日忏悔，愿起除灭。又于此心起颠倒行，信与邪识，受与邪说，着断着藏，着我着见，随痴所行，起无量罪。如是因缘，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自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身三恶业，口四恶业，意三恶业，从无始无明住地烦恼，恒沙上烦恼，止上烦恼，观上烦恼，是住地烦恼，三毒四取，五盖六碍，七漏八垢，九劫十死，如是一切烦恼等障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那么呢，这里有一句话叫是住地烦恼啊，众生的烦恼呢就是以所住地分为是住地啊，简称是住，三界见思之烦恼也啊，就是说四个地方见一切住地，就三界一切的见惑。第二个是欲爱诸地，就是欲界的一切失惑，还有色爱诸地，色界的一切失惑，有爱诸地，就是无色界的一切失惑啊，这是这个四诸地烦恼。这个恒河上烦恼，这个上烦恼呢，就是指大的烦恼啊，就是十大惑业，这个根本烦恼，也可以这样说。某等重复自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不能修慈悲心，不能修喜舍心，不能修檀波罗蜜啊，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室罗波罗蜜就是持戒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就是安忍波罗蜜啊，毗梨耶波罗蜜精进波罗蜜，还有禅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啊，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又不能修一切住菩提法，如是无有方便，无有智慧，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正道，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轮转三界，背离六道，受四生生，或男或女，非男非女，遍一切处，起无量罪，或为大圣众生，更相但识；或为细生众生，更相但识。如是等杀业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某等重复自诚，五体投地，自从有神识以来，至于今日，于六道中受四生生，于其中间受其罪恶无穷无尽，如是等罪，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如诸佛菩萨所见所知，罪量多少，今日自心啊，祈赏求安，惭愧忏悔，已作之罪愿尽消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那前面这段呢，主要是就是发怒了啊，发怒忏悔啊，重在这个发怒两个字啊。无始生死以来啊，这里面所陈述的一切罪业啊，我们都做过啊。你不要以为我是挺好的，我没做过啊，我们还不仅做过，并且不止一次的做过啊，都是无数次的做。现在通过这样的念诵啊，随文入观，
这等于是把无始以来的罪业呢发怒忏悔啊，我们要这样想啊，这是我们自己做过的啊，要做真实想。念的时候呢起惭愧心，确实这些罪业我们都做过了，并且在没有佛法的时候啊，我们一做就是一辈子啊，一生接着一生不断地做呀，啊，一劫接着一劫啊，人家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个正法，但没有闻到正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造业无量是吧，百千万劫我们就这样做。所以我们在陈述罪业的时候要观想，这是自己无量劫以来造的业啊，这样来发怒忏悔。所以这里说了，每一句都是这样说，从无始生世以来，或者从有神世以来，是吧？那么至于今日这些业我们都造过啊。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以大慈心啊，受某等今日忏悔，以大悲水洗除某等，能障菩提一切罪垢，令至道场毕竟清净。又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力、本誓愿力、度脱众生力、福护众生力，令某等今日起誓发菩提心，从今已去自作道场，毕竟成立，不服退转，所有誓愿悉同菩萨所行誓愿，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摄受，令某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各个具足满菩提愿。赞啊，皈依三宝，截断疑根，错情择意入玄门，因果俨然存，忏悔功身，诸佛共垂恩。南无欢喜地菩萨。